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丹，我是美乐。那因为阿丹的家人跟我爸妈在台南玩，然后他们今天晚上住这边，所以我们就来开箱新兵酒店给大家看。我们住别的地方，对，所以我们这支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南精英它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然后它还有什么样的设施，还有它的餐厅。那它这间的地点啊，就是在星光三月的旁边，然后旁边还有蓝赛图的故事馆可以逛。那因为现在接近圣诞节，那在星光三月那边呢，有圣诞树的造景，非常漂亮哦。嗯，那我们就走吧。Go。他们定是8100多，可是我没发现没有附早餐，所以我刚刚又加了两个早餐，一个人是660。我们今天订的呢是礼拜一晚上入住，礼拜二退房，加起来两个人就要9000多块。对，还是住满的，好夯哦。然后他现在早餐有两个时段，6:30到8:30是一个时段，8:30到10:30是一个时段。嗯，好，那我们上去看看吧。叮咚，进来呢，右手边这边就有一张桌子，有些商务旅行的话会来这边用吧。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插座，对啊，可以在这边弄电脑。然后它这里还有这个大毛笔，一些很台南的风味的感觉。然后它一进来的左手边呢，就是有一个大衣橱，嗯，然后上面有浴袍，有分 L size 跟 M size 的，对。然后，哎，它鞋子也有4双，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订到四人房吗？我们是订，因为它只剩下这个。然后，可是我是选两个人的，嗯，可是他还是给我们4组东西。然后有咖啡机、胶囊咖啡跟水啊，下面是冰箱，然后还有饮料，哇，水很多罐哎、欸。然后有个快煮壶。跟着啊、哦，茶包。哦、茶包。它这边的房型呢，就是这样一房一厅的房型。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客厅，然后呢有两个电视，客厅一个，然后睡觉的地方一个。我们这次订的是两个床的房型，可是它这两个床都是蛮大的，都是双人床，那、我爸妈睡着也就不会吵架。这可能真的是蛮正常那个双人房大小。Queen size 的大小。然后我们在楼上看阿妈那一间，它这边窗边还有一个沙发，一个卧榻。然后那种呢就是配一个 Queen size 的双人床。对，那个就是。它这里还有一个小美西耶，请他送水。小美西，请帮我送水。稍后为您提供客房服务水。然后它这个床边都有附一个插头，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东西。哦，床头灯啊。哦，不错哎。这种我觉得它只要少了一个东西。有吗？哇，有可能吧。哦，这还蛮。我知道少了什么东西了。阿妈他们房间这边全部都是那个熊。英国熊、这一间就没有英国熊了。对，感觉有点空。哎，来看一下他们备品有什么？就是一般的备品，牙膏、牙刷、刮胡刀啊，绑头发的。哇，这是送蛮多的耶，送四人份。因为它是放四个人。嗯。可是面膜是两个。把这个拿走。然后这里洗手台也有两个，啊，下面是有毛巾。你看它这个很像毛巾，可是里面是放的这个。吹风机，所以很常放在那边，可能就会找不到。哎、欸，它吹风机是普通的，它这个门可以关起来，嗯，这样子就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大便？对，裸体就在这里走来走去，这样子没关系。厕所就是连子马桶的，浴室很大，嗯，然后有浴缸，看那边的 view， 没有 view 吧？没有 view， 就是星光三月哦，停车场。很漂亮的、啊，星光三月、啊。嗯，你看这里有溜滑梯。不，我觉得它这很不错，是你看它的备品，它是附两份哎，你泡澡它就一份，你去冲澡它就一份。它不会按电铃。它有啊，就打电话来，打电话说已经到门口了。你看它这里写你的物品已送到。可以，哎、欸，爸，妈，妈，
谢谢。不会。好，走，结婚四十周年纪念。好，来，结婚四十周年纪念，要马来几个卡？哦，好，来 Hip 姐。你是用卡片的吗？嗯，卡片在这里。好，啊，这里早餐券也在这里，好，早餐券两个卡片。然后明天check out是一点，早餐是八点半，check out一点还，他有去跟他说可以玩。好，我们现在呢接到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当免费的 Uber Eat。我们要帮他们买，随便买东西，然后回去给他们吃。对，请问一下，这是干净的吗？干净的，爽这个面。他们下几次嘛，那准备买给我们吃的吧。好吃。干饭的。那我来躺躺看他的床舒不舒服好了。杰本，你会说这个床好不好躺吗？他没有，我表示好。哇，这个床是硬的。哦，阿妈可以，对，我先睡一下，我觉得我今晚可以睡这里。拿水没关系、啊，拿水啊，好不好？拿水，哎，没关系啊。谢谢，你有没有跟他说谢谢？我就跟他说谢谢，谢谢机器人。拜拜。跟他说谢谢。哇！下雪了。造型漂亮哎，包厢，包厢吃早餐吃包厢。我们今天早上吃铁板烧吗？哎，这怎么 Robbins 铁板烧啊？一样的吗？是精英跟精华是一样的吗？对啊对啊对啊。哦。它这一区就是有一些一般会有的饭啊、热食、意大利面啊、炖肉这种。然后它这一区就是有现煮的，像牛肉汤啊、煎蛋啊、松饼啊。因为它就在那边现煎的，嗯，用铁板烧的铁盘这边煎蛋，那边有沙拉，还有很多种的面包，嗯，早餐超多哎，有你喜欢的东西，墨西哥饼，哇，这边就是一些炸物，对，还有温沙拉，它这个方面包的还用鸟笼的装饰，这样好可爱，哎，它这里还有那个三种口味，哎，这是巧克力，哦，榛果巧克力，哎，它这是花生酱。它这里有冷盘啊，沙拉，哎，这边就是优格，然后水果类，然后那边还有饮料可以喝。你要吃 cereal 在那边。好，帮我拿牛肉汤，帮我拿牛肉汤。好，看我姐拿超多，哎，我超能吃。我是服务完大家，已经饿到昏了。所以它还有洛林酱，洛林酱跟沙拉酱，那自己用的吗？自己用，自己准备要什么东西？他们这边的牛肉汤，我觉得因为它是直接用那个肉下去汤里面这样煮，然后煮完之后呢喝这汤，那所以它的汤上面就会有那个我们在煮牛肉之后上面会有那些那个东西。这个我比较不喜欢一点，但是它的牛肉是很好吃的，很嫩。好，在他们这边就算是吃素的，也可以特别点说我要素的什么炒饭啊、炒面啊，或者是青菜这样。像我爸妈，他们就点了一盘素的炒面可以吃。嗯。在干嘛？张金豪啊。嗯，那个面包区的面包，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哇。都是你喜欢的面包。我可以来我的这里哪一个？随便哪一个都是你喜欢。餐如何？早餐不错。你有喜欢哪一个吗？我最喜欢 taco。我也是。然后其他牛肉汤还是外面的好吃。然后我还外带一个
杯咖啡，因为它外面就放这个外带杯，我就直接拿了。但我觉得他这边早餐都很好吃，然后但是就是他的菜比较少一点。哦，可能是今天是礼拜。对，不确定。但今天菜就比较少，所以像我爸妈他们吃素的话，选择就比较少一点。对，可是他也是，他菜也是有温沙拉那种的，可以汤。外面有其他，外面有酒吧。哦，可以参观参观吗？那里是，就是有小朋友玩的。小朋友游戏室。里面用的也是一些复古的造景，台南风格，你看那里还有孔庙，然后四楼这边还有一个健身房，看一下这里有什么设施。哇，游泳池看起来很漂亮哎、欸！哇，这很哇，这游泳池很美哎、欸！你看这旁边，哇，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吧！对啊，可是现在太冷了，大家都没有来游泳。应该是现在是平日吧。这里应该被占据，有可能哦。哦，你看那边还有一个火炉哎。而且你看它这里还有浅的戏水区，嗯，不错，真的，嗯嗯嗯，不错不错，好想去游泳哦，很漂亮的游泳池，让人想游泳。哦，太冷了，好，都没有人来游泳。对对。我看后面这个白色建筑吗？这也就是他们的酒吧的区域，然后他们五点才会开放。嗯，我们等一下五点再来看一次。进去看一下。那它这里啊，除了就是卖酒之外，还有一些炸物啊，跟软性饮品这样子。嗯、OK， 赞，超美，外面就是游泳池。对。那晚餐呢？因为我们家土鸡餐，所以我们来吃这个他们二楼的中餐厅。那基因确认中餐厅呢？它的餐点呢，就是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台南基因的饭店介绍影片就到这里啦。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去吃饭了，拜拜。